配合建教活动办理的摄影比赛，吸引文化界、摄影界朋友前往台东天后宫取景，留下许多珍贵影像。参加儿童写生比赛的孩子们也用彩笔为天后宫及建教科仪留下记录。今天我们来到台东的大庙，我们天后宫，今天是天后宫历经六年的整建，终于在今天做一个落成的祈福大典。那也是这六年来，谢谢各位善心大德，每一个对天后宫有付出的乡亲们，大家一起呢来做一个谢天谢地谢土的仪式。那这几天呢，天后宫非常的热闹，也期待乡亲有空过来天后宫来做一个祭拜，来做一个感恩。那么这也是我们台东的大事情，我们要非常的感谢所有的乡亲。在这六年当中，天后宫的整建不仅是大家的事情，也在土地的获得上，我们也获得了相当好的一个成绩哦。那我们也感谢县政府以及中央单位的帮忙，让天后宫的土地可以更完整。那我们这大家一起来努力来祈求今年风调雨顺。那么期待我们在今年呢，大家都能够农作丰收，身体健康，素喜博哉。早上祭天，答谢神明这几天协助祈安祈福，下午敬地普渡植福。台东天后宫庆成教于四月十六号教室圆满，预计四月十八号开庙门，接着会进行为期三天的妈祖文化祭。除了交仪有供庙宇祝寿庆祝外，有传统歌仔戏曲演出、捐血活动。妈祖诞辰当天四月十八号还有祈求平安龟及发送平安面。台东所在综合报道。